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。来啊，那个七九五号，他没蛋，21:10到8:10。原来，88这条线刚好啊，那不有嘛这样啊？条2024条，条2023不有嘛这样？我是刚刚列车长来一整年。七月五号终于来了，台北在那边的21:20，8月28日九三一刚花莲的天二零二，四月天二零二三不用马上，以及1264。Hello， 1264九八新巨人车也进站。啊，新的发车中，修看一看，七楼引力收一下，10.2米，ANU90。909看一下，好，902全照1262次，以41次交买香港寿林的带入个这样，天1006加2005带入个这样啊，两个字是，好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老旧照片，两个字就拿，拜拜。耶，1264，在台北站停好，好，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点我们老旧照片，就拿，拜拜。好感动啊！今天要踏到900巨人座，再挑战一个啊，就拿着奖。等等，拜拜。